21岁，吉林俄语学院经贸俄语专业。大家好，我叫郭金秋，来自于黑龙江省海伦市，毕业于吉林俄语学院俄语外贸俄语专业。毕业以后一直在雅宝路工作，针对的客户群体是来自于俄罗斯、乌克兰还有其他国家的商人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，希望找一份销售工作，或者是二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。谢谢。老师好。给我。那个是给我的。对不起老师。来，你的推荐理由。金秋有多年的基层一线销售的经验，并且呢是三家门店的销售冠军，然后呢收入也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其实这次是带着过往的经验来寻求自己职场当中的一个突破，我觉得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销售者，并且这回呢还是找跟销售相关的工作，所以愿意推荐他。这个靠谱，本来就是优秀的销售，现在又来应聘相关的工作。来说一下曾经的优秀销售的成绩。我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，得到了我们全公司的销售冠军。什么成绩？数量？数量是500万件。500万件。对。啊，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呢？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，咱们中国奥运会俄罗斯客户特别看重中国的市场，当时有大量的批发商过来，客户整体翻了一倍，而且整体的销售量比以前要增加到10倍不等。那个时候收入能够达到多少？年薪30万。30万人民币。人民币。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？30几万。因为是这样的，现在因为俄罗斯这边大家应该众所周知，卢布贬值得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根据我们好多公司，就是客户欠款很大，几千万甚至到上亿不等，所以我们现在生意压力山大。对。特别特别的难，因为雅宝路跟秀水，可能北京生活久的人知道，就你那个是服装鞋帽的零售还是批发性质的？我们是批发性质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其实你对的不是什么大的集团客户，都是很多就像动物园一样，对吧？大家来采购一些，不管是从什么版式还是价格去采购一些货物，很多是非长期性客户，对吧？对，您说的正确，是这样的。那在这些年的销售的行为当中，有哪些是你最记忆犹新的？比如说哪些重点客户，又或者是一些危机处理事件，有没有？是有的。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客户，我们还有一些外蒙的客户。这两个女人呢来了以后特别不开心。我说你有什么事情，我也许我能帮到你。然后这两个女人就哭了。她说他们丢了20000美金。她说她记着她是落在了那家，但是那个小女孩不承认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热心肠，我说我跟你去看一看。到那儿了以后，我跟那小女孩说，我说你看，将心比心，你自己一个小女孩，你做生意都挺不容易的，你看他俩年纪都挺大了，我说你可以这样，你拿出一部分，作为他们两个会感谢你的酬金，其余的你还给他。那小女孩就是死口承认说我没有拿。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报警吧。后来小女孩说，姐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我过去以后呢，我就没有那么言辞犀利的跟她说，我说你看妹妹，你在这边工作这么长时间，你是社区委员会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像我们家楼下社区委员会的大妈上来跟我妈聊天啊？对，文哥，他是力图把这事儿讲细讲完美，但是他没想，他是一个30万年薪的新的销售，今天要找销售工作，这样会显得你表述很啰嗦。咱尽快收个尾呗。其实，在他那儿，30万年薪的销售，也许平时的销售方式就是这样。对的，他们互相，就因为我们最后一点了，先听他说完吧。加速。好的，最后他把钱还了，而且他自己一分也没有留。然后在这方面又体现出了你什么能力呢？我觉得体现了我比较热心肠。没有，体现了你能聊，你真的能聊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活生生把那个女孩聊服了。我觉得金秋这个挺好的。其实最大的，我觉得是体现他的判断力。
他敢这么执着把这个事挖出来，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问到一半可能就放弃了，是不是我搞错了？对，我觉得凤姐这个问题好，你为什么笃定就是那个女孩拿了呢？对，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？其实这个是根据客户他自己提的，他说他自己就已经一口咬定了就是在他家，他说在出了他家以后，那问题是那客户为什么自己不去呢？他俩已经去找过他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呢就非常厉害的就把他俩赶出来了。那你凭什么那么有自信能够制住他？对，而且那种局面下你又不在现场，真的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你怎么能就那么笃定的去了并把这事干到？你没有采取让他们去报警的方式，而是你代替了警察来行使这样的权利。如果20,000美金就是不在他那儿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收场？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说我想说这一点呢，就是说你的这颗正义之心我们是很欣赏的，但我认为有任何问题尽可能的情况之下，自己不要扮演警察的角色去找警察，万一不是这样，是这样的结果的话，到了最后帮人不成，自己反被倒打一耙，好吧，我就不说别的了。今天你应聘的是销售和行政的相关公关工作，有地点的要求吗？我看你是有家庭的，有丈夫有孩子。最好是在燕郊或者北京都可以，因为我在燕郊买房。其他的地方呢？其他地方不考虑。一概不考虑。好的，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。好，还有6盏灯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。那个，你觉得你以前的销售能力适合于在座的哪些行业，或者哪些具体的销售的范围？我想过去陈总家。啊，去陈总家。去陈总，对，优生教育。初中跟教育差很远呢。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愿意从低层做起，因为我自己有孩子。以前呢，光忙于工作，可能对这方面比较疏忽。因为我们在你们家门口有学校，是吧？看见过。其实金秋，我不觉得你以前做的是销售，真不觉得。因为首先它是做商，对吧？你只需要把公司，因为那个雅宝路是有区位优势的，很多人是冲着雅宝路来找到了你的商家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负责维护他们，其实你更像客服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对吧？你又加上这个你资深啊，干了10年，所以你累积了一定客户。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好销售，你根本没把你自己的卖点找到。实际上很少有人10年不换一份工作，这就是一个卖点了。10年真不容易。你是骨灰级的。怎么说呢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想换工作，是因为现在自己有孩子，而且，也很少时间陪孩子。雅宝路是这样一份工作，就是，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的。我的孩子呢，已经被辗转的，已经轮来�轮去的，已经轮了3年了。奶奶家，或者是姥姥家，我的孩子在奶奶家的时候，在奶奶家的时候，我孩子因为水土不服，身上起疙瘩。一次我回家看孩子的时候，我婆婆晕倒了，然后我婆婆躺在床上，我老公的舅舅。我老公的舅舅看着孩子，然后抱起孩子，然后他舅舅说孩子早晨到现在没有吃饭，我一摸他舅舅用凉水给孩子冲的奶，所以我决定去年年底我跟我老公商量把孩子领回来，我希望我能有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，能有一个好的休息，能对我的孩子能有一定的帮助。所以此时此刻就特别能够理解刚才问他说，有工作地点的限制吗？北京燕郊一带，有别的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说得非常的坚定，所以才会有刚才的这一段。
但是现在问题是在这儿，这个你现在就是那除了那一带，其他的地方都一概不考虑。我不考虑，只做销售，只做销售，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。但是我必须要跟我的孩子在一起，我不能再这样分开了。我觉得三岁定八十，我不能再这样了。嗯，好，来吧，你们好好琢磨一下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岗位给他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去国内。还有三盏灯，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。陈浩，那给你的就是我们优生教育在燕郊校区的，我们燕郊有好几个学校。好的，好，没问题，你可以挑一个离你家近的。运营专员吧。可以。OK Queen 为你提供的是我们 OK Link 的大客户服务工作，工作地点在北京。嗯，没相容，谢谢。那么我们这次给你提供的职位是绿金所的商务推广专员，然后现在北京进行培训。好，接下来考虑一下，三盏灯当中灭掉一盏，留下两盏回到这儿，可以吗？请。毫不犹豫。谢谢你们。好，有请陈浩，没相容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来，没相容，你的薪酬是？我们的薪酬是5000元起，然后加上这个提成。5000元起，5000加。陈浩，试用期4000。试用期4000。转正看你的。这个试用期情况，试用期有提成吗？等吗？有提成，也是4000加。对，4000加。来，有问题要问两位吗？我想问一下梅总。梅总，你说。您说的是试用期过后工作地点是在燕郊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可能会在那儿就开我们的这个专营店，在那儿呢，如果是做得很好的话，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店长。你在燕郊是不是确定会开那个店？对，一定会开。什么时间？时间？你什么时候合格？我们什么时候开？啊？他什么时候合格？你们什么时候开？耶、yeah, ，就这么。他决定了你们设点的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在燕郊还没有点，那么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这个店，经过我们培训合格以后，在那设专营店。我的福利你很清楚，就孩子教育，我觉得梅老板那是给了你一个辉煌的人生。生在所有的人嗤之以鼻的时候，你要保持你自己的冷静，因为有些人对别人的行业不熟悉的时候，往往用自己的那种傻笑来掩盖自己的虚伪。好像你刚才也是这样对刘家勇的。哎，我们除了用傻笑，真不知道怎么对待你。来，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理解，你自己理解就好，好吧？是你做选择。还有问题要问吗？没有了。15秒钟时间，请考虑。优生教育，英科绿云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是优生教育。去吧。哟，你的智商是正常常啊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做比说。